终于我找到了你，像透明的雨滴洒落心底，终于我拥有了你，如梦中的气息吸引不你，那是最美的记忆，你送我的平安紧握在手心里，让时光停在这里，神采飞扬的你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今天你和我都在一起，爱的线索原来就藏在心底，今天你我就要你，我就要你，我就要你，我就要你。我妈呢？那个王总刚走，去外滩那家店了。其实王总挺辛苦的，腰病那么厉害，还每天跑来跑去的，我们大家都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？为什么？你就相当于叼着金钥匙出生，这每天也不用上班，就唱唱歌，搞搞艺术。店里生意怎么样？最近我们公司几家餐厅的生意不好，这大家伙都在担心，如果公司要撤店的话，有可能又要解聘员工。那您随便逛逛，我先忙了。要是不关店啊，今年的营业额啊就上不去。其实我们只是个缺少管理人员，浦东和青浦这几家店的市口多好啊，如果能够稍微调整一下，轻易关店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是啊。图图，今天怎么了？没去酒吧呀？我不去了，我明天就去辞职。啊？图图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外婆，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我觉得自己以前就像是家里的一条寄生虫，我都25岁了，不仅不能帮你们分担，还给你们添不少麻烦。我以前学过企业管理，我想我可以尝试着去做妈妈的左膀右臂。你们一直都那么宠爱我，让我随心所欲地去过自己的生活。我迷茫过，也任性过，但现在该觉醒了。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以我的资质没有办法做一个专业的歌手，而我们家大大小小那么多餐厅，有好几千个员工，那就意味着好几千个家庭啊。我想起来小盼以前跟我说过，劳动最光荣，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图图，哎呦，图图啊，你说的太好了，终于懂事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李三，早，老婆，你买了什么好吃的？哎呦妈呀！
你守着这么优秀的大厨，咱们到外面去买，那不丢人吗？吃饭糕，哎呦，我亲手做。哎呦啊，最爱吃这个了。豆浆我亲自打的，还热着。嗯，嗯，嗯。哎，你不怕噎着啊？你干什么啊？我这一大口是对你的赞许。嗯，味道真不错。嗯，那一块就行了啊，这不是你的啊。嗯，什么意思？还有特供啊？当然，你妈怕粘牙，这是加了鸡蛋清的。你太偏心了啊，林嫂。你光讨好我妈就不讨好我了？你还没进门呢，我温馨的提示你一下，小心我不同意你们结婚。哎呦，你好厉害啊！哦，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管，那我们的事儿你们也行，咱们走着瞧啊。嗯，我上班去了。哎，到家了。哎，林嫂没来啊？哎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去哪儿？你忘了今天什么事儿了？就说看门面吗？对呀，那你也得把这蒜糕吃了啊！来来来，来不及了。怎么来不及呀？赶快！人家催着呢。哎呀，我亲自炸的，你怎么？嗯，好吃，加鸡蛋清了。走吧，快！不，哎，还有豆浆啊，豆浆！哎呀，哎，好，来。你别说啊，这个店面一看太小了。他电话是说小，但我没想到那么小啊。虽然小啊，你发现没有，他竟然有新风设备。那倒也是啊，哎，而且这个店面到离地铁不远，200米，400米处呢还有好几处写字楼呢。哎，综合条件还是不错。哎，没想到看那么多门面，你居然对这个店满意啊？关键是我这刚回来，不敢把摊子铺得太大，店面小点，小点嘛，挺好。是。哎，兰姐，哎，哎，兰姐，兰姐，罗阿姨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被毛老板开除了。是吗？快快快坐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在他家里做了两三年了，怎么说开除就开除啊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前两天我到毛老板家打扫卫生，在他们那个房间的角落里啊，发现了一对钻石耳坠，立马我就交给女主人了。这挺好啊，拾金不昧啊。就是啊，结果女主人愣了一下，说这个耳坠不是她的，是她女儿的。啊，等等，阿姨，你刚才说你把耳坠交给女主人的时候，嗯，女主人愣了一下，嗯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她女儿多大？10岁了。女儿10岁，钻石耳坠。嗯。哎呀，恐怕这耳坠啊，也不是女主人的，也更不是她女儿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有第三个人呗。恐怕是阿姨无意中捅破了男主人的秘密。哦，那开除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昨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毛老板家电话，说他们明天要出去旅行一个月，叫我不要去上班了。他们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出去旅行啊？嗯，恐怕我猜对了，这钻石耳坠的出处有问题。啊，阿姨啊，如果你再到新的东家的时候，万一捡到东西，就放在桌子上显眼的地方。你也知道每家有每家的事儿，阿姨知道太多了，主人家心里会不舒服的。哦，我晓得了，谢谢兰姐啊。那要不我先走了。行，那到时候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联系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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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先生再见啊。是不是我把人都想得太坏了？其实也不是啊，我干中间这么多年吧，我一直不高估人性，也不低看人性。嗯，你考得很像。李小曼，哎，图图，问你个事儿啊。左飞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，对吗？你喜欢他吗？图图，你和左飞都是我很好的朋友，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可以幸福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会的。小潘，
你也要幸福。再见了，伤心。再见了，昨天。雨后天晴的快乐，才是最想去的地方。天空多自由，却那么遥远。只要让自己勇敢，没有去不了的地方。左飞，谢谢你来听我唱歌。也谢谢你来请我喝酒，但说实话，你歌唱得真挺好听的。可惜，以后可能唱歌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做了两个决定。第一，我不做歌手了，回去继承家业。第二，对小盼的依赖，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，特别的善良。既然喜欢她，为什么不告诉她？其实小盼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清楚，强求不是办法，一切随缘吧。我觉得小盼怎么选择是小盼的事儿，但是你至少应该让他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谢谢。
情况我就说明完了。虽然我们现在的规模不大，但是我们有志于发展成家政和护理培训的统一中介机构。对于开展护工这项业务，如果能得到医院的支持和指导，我相信我们培训出来的护工也会是专业的，有医院做后盾，我们应该会很强大。还有就是医院也会是我们护工的一个主要流向。林小姐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医院的护工缺口很大，我们也实在没有人员和精力去做系统的培训。有现成的招募和培训那是最好了。我们人手不多，不过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培训指导是没问题的。太好了，我前两天推荐来的那两个护工做的怎么样？不错，特别是护理老人的那个小张。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护工小张出事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张前几天照顾的老人去世了，今天老人送过来闹事儿。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先生。救命啊！小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我奶奶对我最好，你为什么要害死她呀？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儿子，你别冲动。昨天他奶奶去世了，他受了更大的刺激，求求你们救救他。你儿子叫什么？魏小峰。魏小峰吗？魏小峰，小峰，昨天你奶奶是我照顾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你把他放了，啊？是你？对，是我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你把他放了好吗？你别动。这是你？真的是我，我没有骗你。你把他放了，我现在就过去，我跟你走，你先把他放了。往前走点。你们为什么都要害我奶奶啊？她怎么你们了？她那么好的人，我送你们的道歉呢。我回来喂，小潘，别着急，我也刚到，等你啊。对不起啊，索菲。啊？刚医院临时出了点事儿，周志伟正好突然从日本回来了，今天我不能过去了，真抱歉。啊，知道。神出鬼没的呀，回来不说一声就算了，你还跑到医院来了。一声不吭的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我拿到博士学位了。真的？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恭喜恭喜。哎，快看烟花。哇，好漂亮。哎，这不就是在帮你庆祝拿到博士学位了吗？哎，你看，哎，你还记得组里的烟花大会吗？当然记得了，那天去了好多人，咱们俩还走散了。是啊，那天还把你给弄丢了，人群里到处找你，后来特别着急。但是那天挺开心的，后来咱俩还是说好了，以后每年都要去日本的组里烟花大会看看。很可惜今年没赶上，错过了就错过了吧。现在想想，其实人生也没有那么多一定要做的事情。也不是，小潘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。虽然我这次在日本拿到了博士学位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回来再面对你。直到我才曾经看到了一些人，经历了一些事，我才重新找回了勇气。
会决定重新面对自己，面对你。我跟过去的我说再见了，小潘，我要重新把你追回来。志伟，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也想过我们还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，但是我们现在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，我们之间好像有一段距离，但是现在的我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会努力去做，我会慢慢的把这段距离给弥补上。什么时候你能接受我了，再跟我说，好吗？看烟花。哇，那个好大呀！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呢吧？我给你弄点吃的。垫了一点。不，妈，不用了。我垫了一口，渴死我了。妈，您不知道，这装修老房子可累了，牵扯我特别多的精力。我理解。所以妈，愿意这块儿，还得辛苦您了。说什么呢？左飞呀，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这人生长着呢，有起有落。再说了，你对袁一、对孤山那么好，我照顾你，还不是应该的？让您费心了。哎，最近怎么不见小盼来咱们家呀？他最近挺忙的，看来原因是真的喜欢小潘。小潘这姑娘啊也不错，我以前对小潘那个态度看来是有点过了，不过我之所以那么对她，我是觉得她太年轻了，给原因做妈妈不合适。可是现在看来呀，他们两个是真的有缘，袁一啊是真的喜欢他。妈，林小姐人是不错，但您忘了，她有对象，还给您看过照片呢。啊，是这样。啊，我还是去给你做一碗面条吧，你赶快去洗个澡。今天呢，就别回去了，睡在这儿吧。啊，哎，各位，我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。这位是东京大学博士周之伟先生，我之前就跟大家表示过，能够有周先生加入我们的团队是我的荣幸啊。周先生是这个领域的高级人才，他的博士论文刚好就和我们主要的研发方向相关，所以我大胆地将他委以重任，希望他能早日地融入我们的团队，成为带头人。欢迎。谢谢，希望今后大家能够多多指教，希望我们能够愉快的工作，谢谢大家了。天气都很热，不过大家还是要坚持，对吧？啊，你现在赶紧去王太太那里啊，你把里面的工作要做好啊，昨天的问题不许再犯，明白了吗？去吧。好热呀！
这是兰姐中介公司吧？啊，对。您是要找保姆吗？啊，是，我想请一个临时保姆，有吗？啊，有，来，您坐，坐下说。请。建阿姨，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提啊，我们尽量满足啊。是这样，我呢想请一个临时保姆，陪我去乡下老家看看，大概要来回两个星期，那么食宿啊，这一切都由我来出，你看看大概要多少钱？我们这边的钟点工呢是40元一个小时，对，如果按您这么说的话，大概需要10个小时，那也就是400元。如果是2周的话，就是15天，大概要6000元。哎，对，如果要是去外地的话，可能费用还要高一点点。啊。啊。哎，阿姨。啊。哦，这么贵呀？现在去，这样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。好，我再考虑考虑啊。我再考虑考虑。哎，您慢一点啊。哎。哎呀，怎么包包嘛？孟元梅，恶性肿瘤。阿姨，您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？要不我扶您回屋坐会儿？没事。哦哦，对，您的包忘了。谢谢。啊。要不我送您回家吧？不用了，没事儿，没有几步路。阿姨，我还是送您吧。不要了，我自己走，我能走。我已经挂了，来坐下，大宝贝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一听到什么周志伟就暴跳如雷，好不好啊？林桑，你能不能接受现实啊？现在这周志伟啊，他跑回日本去，一边在店里打工，一边拿到了学位。算是要学好的一种表现，尤其是他在医院，这个救了小潘，据说当时就很危险的，哎，这个举动还是，哎，既然啊，这怂孩子他想学好，想改过自新，那做长辈的也得给他个机会啊。给你点个赞。你真的愿意去建工厂？对，我想去锻炼锻炼，你能给我这机会吗？你这个提议呢，我之前倒是没想过，不过我会考虑一下的。我很清楚，老板，我确实有一张很好的文凭，但是在实战方面我还缺少一些经验，我希望能去完善些。如果这么一比的话，李总他比我有经验，
他在公司待了十几年，而且有很好的群众基础。你让他留下，我去多努努力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容易自高自大。我果然没看错你，你好样的。好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那就先派你去负责工厂选址吧。谢谢，谢谢老板。这就是你一直住的地方。对呀，之前是王总图租的，现在是我租的。不过现在住起来比之前踏实多了。这是刚来的第一顿，别先喊着。怎么会啊？挺好的。以前在日本的时候不是也经常吃吗？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幸福啊。是啊，要是没有中间那一段就好了。你跟之前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以前做什么事情，不想不顾，不计代价。现在不一样了。是吗？可能是因为以前没得选，只能一条路走下去。而现在的难呢，是因为有的选了，就会特别怕选错。因为当局者迷。也许吧，但好像也不全是。其实我特别被动，我害怕改变。你以前看到的我，那么横冲直撞，是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，就没有出路啊。好吃吗？我还没吃呢。那快尝尝。还是以前的味道吗？那就好。干嘛呀？大晚上让我来冲厕所。哎，嘟嘟，叫你来就有很重要的事情嘛。嘟嘟，我准备了好久。这样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啊，我有件东西给你看。嗯，把眼睛闭上，数十下，啊。你快点。嗯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噔噔噔噔。好看吧？好漂亮啊！不过没想到你还挺浪漫的。那是，那都是你们平常说我方洛普，直男思维，不懂女人心。我要是真浪漫起来，别人都比不了的。多多，你看是露肩的好看，还是带袖子的好看？当然露肩的好看。会不会太性感了呀？性感怕什么？性感说明男的有本事，能娶到性感的老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个头纱还戴不戴啊？嗯，头纱，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吧，好像有点太贤淑了，嗯，不符合我。什么？不适合你？你不是总说我像女汉子吗？不是你笑什么呀？你神经病吗？笑什么呀？干嘛？嘟嘟，我今天终于知道什么叫自作多情了。啊，你误会了。
我是让你帮我妈选婚纱，你没看那写着中老年婚纱呀？那么小的字儿，谁看得见？方萝卜，你就是故意你耍我呢是吗？我没有，我发誓我没有。哎，我叫你来是帮我的参谋的。我妈当时结婚那么穷，根本就没有婚纱嘛。一个人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，她现在结婚，我肯定得给她选一个又漂亮又好又合适的呀。所以我叫你来呀，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的意见就是都挺好看的，我先走了。哎。你干嘛呀？你生气啊？你觉得呢？你不会连我妈的醋都吃吧？你太小心眼了。我小心眼？方萝卜，你混蛋！嘟嘟，所以你说，到底是我小心眼，还是方萝卜太过分？方萝卜这情商真的是贱，哎，是吧？我怎么那么命苦呀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萝卜心除了缺点眼儿之外，整体还是比较善良正直的，毕竟没有什么品德问题嘛。沈教练可以好好训练他。怎么训练呀？别的事儿可以好好训练，这事儿牵扯到他妈，我怎么开口啊？以我对兰姐的了解，这件事情啊，顶多就是方萝卜他自己剃头跳自己头热，兰姐才不想穿婚纱呢。反正方萝卜这次彻底把我惹到，这么讽刺了。嘟嘟，这油渍啊，我可以帮你消灭，但萝卜还真得你自己消化。这又是什么高科技啊？再教你一招。油渍上撒上盐，再用土豆这样抹一抹，因为土豆上呢有淀粉，所以它就有吸附功能。最后再拿湿巾一擦，晾30分钟就 OK 了。小潘啊，我下辈子要做个男人。干嘛？娶你。那还是方萝卜做女人吧。嗯，不给你。我想想这萝卜就头疼。图图啊，嗯，这餐厅经营的情况真的不错啊。一看你就是用心的，你真的是挺辛苦的。我自从接手了咱们家的生意之后呢，发现自己对这个餐厅管理啊还是挺感兴趣的。这不继承了你跟我外婆的基因吗？不错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能做得这么好。图图，之前你们不是在安徽山区拿了一块地吗？不是想做民宿，后来怎么样了？你说那块地啊，本来我是想请左飞帮我设计一下，我们准备做成高端的民宿，但结果他去了山区之后呢，突然改变了想法，非要做什么生态园区，结果把我架在那儿了。再加上后来民宿管理比较严格，条条框框的特别的多，我这不新餐厅又上手了吗？分身乏术的，那块地就空在那儿了。这个左飞啊，不提他了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啊，那后来那块地怎么打算呢？正好啊，周志伟从日本回上海了，他现在新任职的公司呢，想要选址开新的工厂，我打算把这块地推荐给他，看看能不能符合他们公司的一些要求。你和周志伟不都已经是过去时的事儿了，怎么又联系上了？他回来之后，我们确实是有见过，但我感觉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而且工作的状态特别的好。我想，以后要是我们能在工作上能够相互帮助，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。毕竟啊，他是一个做事儿非常用心的人。托托。不错不错，你现在啊已经长大了，我从最开始我就看中了周志伟这个孩子，我觉得啊他是做大事的人，妈会支持你啊，好好的干，嗯，继续干吧，挺好的。哎呀，
我觉得可以想一想开下一家了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想开什么样的？哎，林晓，来，妈咪，你们二位先坐下。坐下。又怎么了呀？哎呦，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啊，把眼睛闭上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干嘛？你别把眼睛闭上眼睛啊！噔噔噔噔，嘿嘿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哎，行啊，你跟嘟嘟买上婚纱了。不是我给嘟嘟买的，是我给您买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居然给你妈买婚纱？对啊，穿婚纱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，我得帮我妈咪圆这个梦啊。不是，就算你妈有这个梦，那也应该我替她圆呀、啊。哎呀，罗爸，你这是抢我的活啊！哎呀，林桑啊，咱们两个还分那么清楚干嘛？不都一样吗？多漂亮！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给人嘟嘟买婚纱，你跟人求婚了没有？哎，别提了，我跟嘟嘟闹了点小别扭。怎么了？因为这婚纱啊，那天我想让他帮我参谋一下，帮妈咪选个婚纱，结果他不高兴就走掉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还有，你说到求婚，对吧？求婚只是一个形式，我是一个极简主义者，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形式呢？我只要好好爱他不就够了吗？你这样，你奔着结婚去的，你也很难结婚。你这什么啊？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给嘟嘟买婚纱啊，避免你儿子，未来的儿子啊，充当你现在这个角色。哎，那我万一生女儿呢？你怎么知道就是儿子呀？不是你，哎呀，你这个儿子，你这哎呀，我跟他说。哎呀。怎么走了？哎呀，儿子，嗯，这呀也怪妈，从小到大把你保护的太好了。说好心点呢，你是单纯；说不好听的，少根筋。你说这个婚纱吧，是男人跟女人买的，你呀就应该给嘟嘟买。赶快啊，去给嘟嘟赔礼道歉，知道吗？嗯。是生活，我不是天才，能给自己安排，这就是上天的色彩。满怀着忐忑，梦中的无奈，谁都不敢开怀，不如简单去爱。那些人啊，那些光彩，那些日子过得好坏，荡在心底释怀。世间的心万物情怀，每个季节安然健在，为民的痛心在期待。醒来是生活，我不是天才，能给自己安排，这就是上天的色彩。满怀着忐忑，梦中的无奈，谁都不敢开怀，不如简单去爱。那些人啊，那些光彩，那些日子过得好坏，荡在心底释怀。世间的事万物情怀，每个季节爱人现在，人民的痛心在期待。